位来宾午安。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讲座演讲会开始，我们请彭旭明副院长为我们主持。朱女士，秦江校友会的会友，于院士，诸位来宾跟同学，大家午安。今年的5月30号是朱顾院长121岁的冥诞，我们为了追思，本院今天举行这个纪念演讲会，邀请国立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于静院士来主讲这个数的学问。那朱家骅顾院长的事迹在各位手上这个绿色的有叙述，简单来讲，他对本院的贡献有很重要的两点，一点就是举办这个院士选举，建立了我们目前的这个院士选举的体制；第二个就是当年从规划从大陆迁台的时候，这些所的这个迁台的工作，那个非常的艰辛，让我们这个数学所、十一所在这边开始复院，这两个事情都是朱顾院长很大的贡献。那其他的我就不再叙述。那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呢，于静院士，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是1973年国立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1980年拿到美国耶鲁大学的数学博士，专长为数论跟算术几何。于院士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在本院的数学所工作了，那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到现在的和平研究员，1993年到1996年还是担任数学所的副所长，然后2002年到2009年转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特聘讲座教授，期间还兼任这个国家理论中心数学组的主任。后来是理论中心的主任，2009年以后再获聘为国立台湾大学的讲座教授。他的研究成果非常卓越，在1994年就得到教育部的学术奖、国科会的杰出研究奖。这个从1985年、1988年、1990年，后来就变成所谓的特约研究员，这都是在台湾表现最优秀的那个前3%以内的。那也是中研院国家精英研究奖得主，担任过亚洲数学家大会、华人数学家大会以及我国与美国数学会联合国际大会的很多会议的主讲人，去年当选本院的29届的院士，今年也获选成美国数学学会的会士，目前是教育部的国家讲座。我就念到这里了，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于静院士。谢谢，很高兴有机会到中央研究院来，这个来担任朱家骅院长讲座，这个那。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谈一下数的学问，那谈一下这个数论，就是我们数学家同事常常谈起来，总觉得对于大众讲数学好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做一点尝试。那因为我们总觉得比如说像生物医学啊，这个物理化学啊，这可以讲得比较生动，比较有声有色，数学好像总是比较枯燥一点。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谈一谈数学。这个好，那我就从最基本的数开始讲起。那这个数当然是从自然数，这个一二三四，这个从小学开始，这个那其实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都会包括这个原始的部族，你都会有这个计数，数是从计数开始这个应用。那数当然大家这个小学你就学会加法和乘法，这在教育里面这是一个基本的，就像阅读一样，像文字一样数。那然后你会有复数，这
这个这这些这些这个那这个看看 OK 哈，这个我这边哎呀，它有点没有弹转，我看看啊，能不能够这个没有关系啊，这样低了一点 OK， 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什么样的方法调整一下。有没有办法往上拉一点？有没有往上拉一点？这个，电脑那个，电脑有没有办法往上拉一点？因为这个下面还有一行，砍掉了一行，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呀，把它变小一点点。哦，对，或者把它变小一点点。再小一点。看看。过来的时候 ，OK， 好，我就这样子讲好了，好，我就这样子讲，因为这样子可能还看得见这个全部，所以呀，这个德国有个数学家 Kronecker 说过这个话，就是说是这个上帝造的树 ，OK， 然后才是人来了解这些树，那在这个。树里面就是我今天第一个题目要讲的就是植树，植树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你不能分解成比较小的树的沉积，所以植树是树里面的一个很基本的观念。那植树其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想谈就是谈植树。这个其实在美国有研究过，就是如果你碰到外星人，你要跟他沟通，你怎么跟他沟通？其实他们就想到要用植树来沟通，所以植树是呈现一种对树的理解的一个智慧。因为有些，比如说你看有些原始部族，它技术它只能记到一个很有限的地方就停止下来，但是这个树一直数下去，然后有植树这个观念，其实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发源。OK， 那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有名的这个萨克斯，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写的书在台湾也蛮畅销，翻成中文的。那个书叫《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他是研究这个神经科学，然后研究认知，他研究各个 case， 这个有一个 case 就是这种自闭症的这种，有一个双胞胎兄弟，这个双胞胎兄弟呢，他们要去了解这个双胞胎兄弟，那双胞胎这个自闭就是说他自己很封闭，然后他跟别人不太能够沟通，那可是他们很专注。这个亚斯伯格的他自己能够很深入的去想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双胞胎兄弟他们就观察他这一对兄弟，然后发现他在玩一个游戏，他在旁边一直观察着，他发现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其实是植树判别的游戏，就是这两个兄弟一个讲一个树，然后另外一个讲一个树，然后他们就笑一笑，就是他们两个都在讲植树，然后越讲树木越大，讲得很大。后来这个萨克斯就去找了这个植树表，然后也是试图加入他们，在旁边讲，那他也讲一个植树，他们就会笑，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双胞胎兄弟，他们自己发展了一套方式来判断植树，这个他不能跟别人沟通，可是他自己发展一个方式来判断，而且可以判断很大的植树，别人不知道他怎么判断。那但是后来这个根据这个萨克斯所讲，他是他们后来他们为了觉得这些自闭的希望他能够跟别人沟通，能够融入社会文化，最后他们有的医生就决定把它分开来，不过一分开来之后他们就这个其实基本上就退化了，所以后来就不太好，就这个那所以但是他们有能够自己发展出一套判断植树的方法，而别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判断的，所以植树这个观念其实是有它很神奇的地方。 OK， 那
那所以植树第一个开始就是你怎么判断植树，就是一个树为什么是植树，它为什么不能这个。那这个方法最早就是从古希腊就开始，所有的数学我们都知道都是从古希腊开始，所以所谓的筛法、筛选、筛检的方法，就是你比如说你取一百，然后你要把偶数拿掉，因为偶数就是二的倍数，然后把三的倍数筛掉，再把五的倍数筛掉等等。那你要看一百以下植树，你只要把十根号一百以下的这个数拿来倍数去掉，所以这个叫筛法。这个是这个大家说是这个 Eratosthenes 这个古希腊的他们所发现的方法，这是其实是我们大家这个在数学课本或者国中所谈到怎么判断植树，所以其实谁都会判断植树，那就是你受过一点正常的教育之后，你都会判断植树。可是这里我所要提到第一个就是什么样是一个好的方法来判断植树这件事情，你会判断植树，但是是不是很理想？对，这个，所以我们要寻求的是一个 algorithm， 是一个算则。所谓算则，就是说你希望就好像有一个机器一样，你把这个数扔进去，经过了一段时间，就经过有限步骤，它就会把答案告诉你，这是植树，不是植树。OK， 那所以在数学或者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你希望去找一个比较理想的算则。那什么叫理想的算则？你怎么样去判断你有一个程序、一个程式，它够不够理想？够理想的时候，所以你就来看它所需要的时间，相对于你输入的这个 input 这个数目。Okay， 那所有的操作在 computer 里面，大家都知道都是把它 digitalize， 都是数字输进去。那数字呢，它有一个写下去，它有一个位数，不管是二进位、十进位，你有一个位数。所以这那数字如果是 n 的话，位数基本上是 log n， log 这个函数。所以呢，你所需要的时间 t 是根据你的是一个这个input 的函数，这个 n 的函数，所以你有个 tn 是你时间，跟你这个 log n 是这个你的 input 这个的量，所以你要比较这两个。那如果这两者这个越相近越好，也就是说，所以理想的所谓理想的算则就是说你要是 log n 的，比如或者 log n 的平方、 log n 的三方，这样子我们叫它 polynomial time， 意思就是因为它是 log n 的一个乘幂。这 polynomial time 是一个这个在数学上或者在 computer science 上所讲这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算则。那如果说你跑出来的时间是需要 n， 甚至于需要比 n 更大，这个那这种 exponential time， 那就是就坏的比较不理想的算则。所以在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在现在来讲，就是说你有一个程序，你要去把它输到电脑里面去，你要操作，你要看这个判断它一个数是不是植树，就是一个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那你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所谓好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polynomial time 的这件事，这个算则，那这个筛法，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个它就完全不是 polynomial time， 它是 exponential 的，所以它其实不好。也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数很大的时候，这个时间也长得非常非常快，所以这是不理想的。那所以在这个在这里又进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在现代科学里面其实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算则或者程式的复杂度叫 complexity， 这是这个理论的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OK， 那这个判断植树这边其实就马上就进到了这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用 p 代表这个它是 polynomial time， 就是理想的。那 NP 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你可以很快的 check， 你可以 polynomial time check 出来。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这个 P 等和 NP 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这方面数学以及 computer science 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当然这边不是我要谈的问题，但是这里就是说马上就会涉及到一些在数学以及在基本科学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这个科技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回到那个植树判别的证明，这个在高斯就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那我从前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看到高斯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大家我们国中生都会用筛法来判断，那高斯为什么还要问怎么样找好的算则这个事情？那事实上，这后来我才了解，这是一个高斯有他的道理，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其实直到10年前差不多才被证明出来，有一个
dynamic time 的算着，而且是理论上，就实际上还不能真正操作。这个实际上任何目前你现在有很多 computer 在电脑上跑的软体，你就操作都可以算指数，但是算的你看起来算的很快，但是它其实都不是 dynamic time， 都还不是理想的这个。那但是理论上，这个印度人，这是一个印度一个年轻教授带两个大学生做大学的 project 就做出这件事情来。那这个在也在 Annals 上 Maths 上发表，这是一个 Cray 那个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奖，就是说这是证明了几百年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指数有 polynomial time 的这个算则，也就是说，我们还会逐渐改进指数判断的这个这些程式，然后会越来越理想，这个可以往理想方面走上去。这是这个指数判断。OK， 那另外一个跟指数的相关的问题就是指数是不是有无穷多？这也是对我想在座中学生来的。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无穷多的质数。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其实有无穷多个质数。OK， 那无穷多质数有好些个证法。这个 OK， 有点碰，没关系。这个欧几里的证法是常常，比如在中学课本会讲到，你有假如质数只有有限多个，你把它乘起来，把它加一，它有另外一个质因数。可是这个质因数就不应该是原来的质数，所以你不可能是有限个。但是 Euler 有一个方法，它的证法是用这个，用把所有的质数取倒数，这个有理数然后求和，让它证明这个和会走向会是趋近会爆掉，会是无穷大。所以质数也不可能是有限，因为有限项加起来一定是有限，不可能爆掉。那所以数学里面这个大家研究这个质数无穷多，下了很大的功夫来证明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像 Euler 证明这个时候，他就要引进有理数，因为他要取倒数，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收敛发散取质数。然后在这个100多年前的这19世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这个德国数学家 Dirichlet 是高斯的一个学生，他接了高斯的讲座，他又证明了这个任何一个算术数列一个等差级数，如果你的公差这个跟首项互值的话，那它里面一定会有无穷多个质数。这个事情，所以一个就是一堆质数，我们想有某种性质质数是不是有无穷多，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从古到今，数学家花了很多功夫来了解这个一堆质数有没有。OK，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OK， 好，这两个。OK， 这个刚才的等差数列里面，比如说我们把模式余一，就是倍数除于一、倍数除于三的质数，你们看质数有无穷多个，质数除了二以外都是奇数，所以倍数除一定是余一或者余三。那到底是余一的多还是余三的多 ？OK， 那整个加起来是无穷多。对，那迪瑞希尔定理就是说告诉你，其实你不管是余一、余三，他们其实应该一样多。所以你如果用一个B 做首项的话，这个。这个任何不同的 b， 然后你的 a 是你的公差的话，它其实你在这个等差数列里面，不同的等差数列里面，这个模 a 与 b 的它的质数几乎是一样多。一样多的意思是指你让它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无穷级数，你往无穷跑的时候，这个 asymptotically 就是它的数目会越来越接近这无穷多。然后迪瑞希尔的证明方法诞生了所谓的解析数论，因为它必须要用到微积分是这个基本的工具。OK， 所以这是刚才说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然后这个在数学里面，就是以及不只是数学本身，包括数学的应用，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你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某种性质质数是不是有无穷多？而一般而言，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常常很困难。OK， 这个是那，所以我。对于数学家来讲，他希望知道了解质数，了解这个，因为质数无穷多，你要还要了解很大很大的质数，这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那然后这些质数会有什么样的性质，这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对，那数的现代来讲，这个质数其实是很重要，因为用了很多密码学、网络安全，其实几乎所有的网络安全的程式都用到了质数。都用到质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是跟大家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这个，那这个，而且是要用很大很大的质数，比如说用几百位的质数来这个乘起来。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个有一个算术基本定理，说每一个数都可以分解成为质因数的乘积，这个每一个学生都知道。OK， 那给了你这些数，你只要做加乘，这都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小学生就可以做。然后，但是有一个反过来的问题，就给了你一个数，你怎么去找它的因数写找出来？就这就因数分解的问题。这个当然也从在小初国中或者等你都会碰到这个因数分解的问题。OK， 那因数分解是个反问题，就把这些数乘起来，就是你可以说是个正向问题。那这个正向问题跟反问题的时候，你去操作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密码的原理，其实数学上把它用到密码的原理，其实就是说，这个逆向操作往往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长到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它这个破解，其实都是依赖这一点。这个比如说这个因数分解，比如说这个质数，都是利用它的这方面的性质来做这个密码啊。那这是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有关数论的应用。那除了这个 ，OK， 好，所以我们讲这个数质数 ，OK， 那随着这个数越变越大，你可以看到质数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小 ，OK， 因为它比如它是二的倍数就不是质数，三的倍数就不是质数等等，所以它有越大的数，它有好像看起来这个机会被某一个因数除尽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所以好像它是质数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很精确的写下来，在数学上来讲，所以我们用这个函数派 x 就 x 一个固定的棒的，比如说一万以下的质数，就 p 小于等于是 x 的质数，一万以下的质数呀，我们来有派 x 个，比如说十的时候小于等于十的质数有二三五七就四个，所以我们比较这个数这个棒的 x 这个界限 x 跟小于 x 的质数的这个比例 ，OK， 那这个我们说它越来越小稀少，就是说这个比例其实会趋近于零，这个不难证明，就是说你如果有一点初等微积分的知识，你就可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质数出现的几率越来越小，就是指这点意思。这个小于等于 x 的质数的数目跟 x 来比的话，它会趋近于零。当 x 往无穷大走的时候，越来越大的时候，那可是数学家需要的是，它也就是说派 x 这个函数比 x 要往零跑的这个快，也就是说这个 x 要比派 x 要 x 要跑得比派 x 快，所以在数学上面这个。你要研究这些，我们要研究这些函数什么时候谁跑得快，谁跑得慢。OK， 这个，所以这个 PX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质数定理就是说，这个 PX 实际上是差不多是 x 除以 log x 除以 log x， 也就是 PX 跟这个 x log x 比的时候趋近于一，当 x 趋近无限大的时候。OK， 所以它跟 x 比的话，因为你还要再除以 log x， 所以就会往零走。这个。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叫质数定理，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有名的定理，在这个这是高斯的猜想，不过高斯并没有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说高斯已经猜到这个派 x 跟log x 是这个派 x 几乎是 x 除以 log x， 可是他不能证明这件事情。那证明事件其实在欧洲那个时候经过了这个德国、法国这些数学家。经过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这个阿达马克是法国人，才证明了这件事情，证明了质数定理就是派 x 其实是差不多是 x log x， 当这个 x 往无穷大的时候，那这里需要用到比较多的分析。那然后就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 x log x， 那它跟 x log x 的差到底是有多大 ？OK， 我们叫这个 x log x 是等于是派 x 的主项，这是误差项 ，OK。那我们那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的误差项是多少？那在这个19世纪，他就研究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根号 x 乘以 log x， 也就是说这个误差当然要比这个主项要小。OK， 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叫做 Riemann hypothesis， 叫 Riemann 假设。这个 Riemann hypothesis 是数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证明。还没有能够证明，这是数学上这个公认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那这个虽然没有证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海发誓是有很多的结果，就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对的话，目前很多的算重要的算则的这个复杂度的估计都可以变好，变得更好。所以如果说有人能证明这件事情的话，那这对数学，对 computer science， 对这个整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但是从高斯 Riemann 这个近200年来这件事情直到现在一直还没有被证明的一件事情，这个那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所谓孪生质数，这个双胞胎质数，孪生质数。什么叫孪生质数呢？就是说两个质数它们只差二，因为比如说一奇一偶差一的话，一奇一偶，所以偶数就不是质数，所以两个质数最小是差二，比如三和五啊，五和七啊，十一十三啊等等这些数。然后这是一对一对的质数，它每两个都只差二，这样的我们叫它孪生质数。那你当然可以去列表列出来，那一个自然的问题马上发生，你有没有无穷多的孪生质数？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很大很大的孪生质数，也就是说一个很大很大质数它加了二之后它还是质数，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OK， 那这是这个问题最早是一个英国人来研究这个孪生质数的问题。那大家猜测应该有无穷多，也就是说应该可以，你总是可以找到很大很大的两个质数，它们只差二。OK， 那四十多年前那个这个在中国大陆上有个数学家陈景润，他曾经用那个筛法证明了这个有无穷多个质数 P 加二呢，他不知道是不是质数，但他知道最多只有两个数相乘，所以有一点接近质数。这是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这个还是不能告诉你什么有没有无穷多个孪生质数，因为它不能确定第二个数是不是质数，只能确定其中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最多有两个质因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孪生质数的问题。OK， 那但是所以因为我们想知道有没有无穷多个孪生对孪生质数，所以我们就数学家当然就马上就研究这个方法，研究这些质数。比如说这个挪威有个数学家在差不多100年前就研究了这个事情，他求和还是这个把倒数，我们刚刚说过如果你把所有的质数取倒数把它求和的时候，奥义的证明就是它其实是无穷的，所以是会发散的，是所谓发散数列。但是如果好，我们现在求和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不取那些只取那些 P， 它 P 和 P 加二都是质数的，也就是孪生质数来求，那就少了很多很多，因为绝大多数的 P 和 P 加二不是质数，对，少了很多很多。那他这个挪威的这个数学家又证明，这个时候他是收敛的，而且其实是小于二，他可以算的差不多算出来这个值。所以就是说，这表示，因为你把所有的质数加起来的时候，它是这个发散的无穷的，但是你把孪生质数这样子来取这个和的时候，这个量只有比二还要小，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孪生质数是少的很多很多。OK。那所以我们也来看，刚才我们用 pi x 代表小于等于 x 的质数，那我们再做一个 pi 2 x pi 2 x 来把这小于 x 的 p 和 p 加都是质数，这样子的 p 才算来 count 来数。那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精确的公式，有个精确的公式出来。这个，首先你就可以证明，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太大，它其实 x。刚才这 pi x 是 x 除以 log x， 现在是除以 log x 的平方，还有这个再乘上 log x 的平方。OK， 所以比较小，比较少很多。OK， 这个也是 Brains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出来的结果。那英国他们也有很有解析数论，有这个数论的传统。在20世纪初，有很有名的数学家 Hardy 在剑桥大学，然后这个那他跟他的一个合作者 Littlewood， 他们有一个猜想。他们猜想这个数的一个这个会趋近一个常数，就是说跟这个 log x 平方跟这个二 x 比的时候会趋近一个常数，而且这个常数是可以精确算出来，但是这是一个猜想。所谓猜想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但是你如果去用 computer 跑的时候跑一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猜想似乎很有道理，就是说这个离实际的数值很近。可是没有办法证明出来。那这里就有一个有一点意思的插曲，
在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曾经发生这件事情呀。如果也许有些在座有些来宾也知道这件事情，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这个Intel 这个公司曾经发生了这一个意外这个情况。刚才这个哈迪他有猜出这个孪生质数有一个 asymptotically 有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常数，趋近于一个常数值，所以你就可以用电脑去算它的事情，算出是不是这个常数值，这个值是有个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他想去看一看，这个你就可以去自己可以用 PC 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在1994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人就去看，他就用电脑算，他越算越不对，越算越不对。那不对之后，他就仔细想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了。这个他还是比较相信数学家，所以他仔细不对。然后最后他就发现了，电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电脑，那结果其实电脑里面的一个 bug， 电脑里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 bug 很有名的这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 PC 都是用这个 Pentium 这个奔腾的这个处理器，就是这个处理器的那个 processor 那个写那个计算的时候，就加成的时候，浮点运算写的不对。但是这个不对呢，你必须要算那个很大很大的数才会出现。所以起先英特尔就说 OK， 你们平常大家都不会用到这么大的数，所以你要用到的时候，你要我可以换，我可以帮你换掉这个。他起先他没有答应马上回收，不过后来呢，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是有点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所以他后来就完全答应这个，你只要去找他就一定回收这些事情。因为虽然你说你平常几乎大概没有机会用到，但是谁都不希望万一你真的算到的时候是会出错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出现在 Science 上就报道了。这个就是孪生质数让这个 Intel 公司出了这个糗事，就是说这个没有写好这个他们的这个处理器 Pentium Processor 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孪生质数的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应用，实际应用。那然后呢，你可以继续问，你说x2 x4可不可以，比如说13和17 19和23这两个质数是x4 的质数会不会也有无穷多次出现，或者固定一个偶数变这个x6 x8，这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无穷多个质数，他们排起来之后两两之间都相差一个固定的数常数这个事情。那当然二不知道，所以四也不知道，这些所有看起来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你把质数全部排起来之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一直排起来之后，你希望你问是不是有这个之间都有一个差，相邻两个都有一个差，那会不会有这个无穷的这个差会固定差的会一直出现。那这个答案是在上个月才这个事情。那我开始写这个摘要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在这个上个月，这个 New Hampshire 有一个中国数学家，一个华人数学家叫张益唐，他证明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在数学非常突破性的发现，然后上了所有的主要的媒体，这个包括《纽约时报》啊，以及这个 Science Nature 等等，这些大家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数学会上这个 Science Nature 这个并不多这个事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突破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现在来谈一下这个张益唐的这个事情。OK， 那他就证明了这样的事情，他证明可以找到无穷多个质数 ，P 加 M 也是质数。那 M 呢，它可以选定是小于7000万。那这个孪生质数是说 M 就可以取2， OK， 那它是证明了 M 是可以小于7000万。那当然，所以孪生质数的问题还没有，在现在还没有解决。那这个他的论文一提出来之后，三个礼拜之后就被这个 Annals of Math 接受起来。这个，那然后所有看了他的这个论文的人，大家都非常折服于他的这个是这他的贡献。这个他们的 comments 一般的 comment 就是说，他这个一夜之间他已经改变了整个解析数论的发展，这个事情，这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的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这个，那这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相邻差距的有限差距的相邻指数可不可以无穷次出现。那在几年前的时候，四年前的时候，有三个数学家，这个一个这个 GPY， 这个一个美国、匈牙利、土耳其，也在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这个问题。OK， 那他们对相邻指数差的下界，他们研究，他们其实研究了好几年，这个2009是他们这个主要的一个论文，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直追着这个问题，就是有限差距的相邻指数是不可以无限次的出现这个问题。OK， 这个那这个问题当然比孪生指数的问题要弱，因为孪生指数是问那个差就是规定为只有二，这个是。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这2000年来没有人能够对这个二差距二这个事情说任何话。那我们先对固定差距，不管它是多少，能不能有一个固定的差距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在这个今年以前，那今年以前这个时候没有人能证明这件事情。而在这个2009年那几个数学家研究之后，很多人这个都想要了解这个问题。OK，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那这个他们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其实用的方法也还是一种筛法，也就是说从这个最早的古希腊的筛法之后，他们有这个经过2000年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筛法，就怎么样先筛怎么样部分，后筛怎么样的部分，整个这个做得非常非常精细。那所以这个 GPY 这三位数学家，这个那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研究，他们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极限，会有个下界，这个下界也许这个他们应该可以找，希望能找到固定的下界，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很接近了，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个距离这个找到下界大概只有这个一法之宽，只有这他们形容他们应该是很接近了。OK， 可是然后就停在那里，直到今年，这就是说这个张益唐出来，他证明这个下界实际上是小于7000万。Okay，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Okay， 问题在哪里？ Okay，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解析数论。就数论里面有所谓解析数论、代数数论等。解析数论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分析的方法，用解析的方法来。那这个在数学就像其他的科学里面有各种学派，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哈里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英国的剑桥学派。这些数学家，然后比如说俄罗斯有学派，这个俄罗斯学派是从这个 Vinogradov 开始，这个俄罗斯有学派研究者，因为在这个在过去这些古典的数学问题都是你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在找都是欧洲人，给这个那中国大陆其实在几十年来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的过去华罗庚，这个。那华罗庚在50年代从美国回到大陆去，那他带了一堆人，一些数学家做解析数论，像有王元、潘成栋、潘成彪以及刚才提过的陈景润，这些就是他们花了中国大陆，他们有一个说法，过去他们在数学上这个最好的成果就是在解析数论，他们做了一些成果。那所有这些解析数论方法都是要去做一些估计，就筛法，还有一个方法叫元法。OK， 但是近年来的另外的发展还要跟其他的数学结合起来，比如说他们结合所谓代数几何里面这个比如 Delin 的方法。 Delin 是这个 Diffuse 讲在 IAS Diffuse 这个 Princeton 这个原来是法国数学家。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研究这些等差数列中植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Bombieri 他也是 Diffuse 讲。Diffuse 奖在数学里面就相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是数学里面最高的，所以的一个荣誉。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以及这些方法，就是在被认为这个专业数学里面最深奥、最困难的问题。Okay， 那这是20世纪，其实也就是说，很多重要的数学家、很多数学大家都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些问题，但是。比如说对于这个刚才所谈到孪生指数这些事情，其实几乎都没有进展。那所以这个回到刚才谈的问题，就是相邻缩小这个相邻大指数，就是这个大指数，你有很大的指数，你会找到很大的一对指数，它们差二或者差一个固定的事情。
那张益堂结果告诉你可以找到很大的指数，任意大的指数你都可以找得到，他们差距小于七千万的，这是张益堂的结果。OK， 那从这个2009年刚才谈到的 GPY 的研究之后，他们很多数学家就开始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纽约时报后来这个最这个上个月有个 comment， 就是说那些数学家是原来 GPY 说他们大概距离成功只差一个头发的宽度。那纽约时报的 comment 就是他的评注，就是他们越研究就他们发现那个宽度越来越宽。OK， 所以这都没有，这是这个在今年这个四月以前的这个情况，在张益堂的工作出来的时候。那5月13号的时候，这个张益堂，哈佛大学把张益堂找去给一个演讲。OK， 那第二天之后，就这个说他的这个工作以及所有的事情，就出现在所有的主要媒体就开始报道，在这个过去这个三个星期，你可以说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在数学上的，因为2000年来当然大家都觉得质数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质数，但是这有关有没有这个质数差距这些事情，可谓有无穷多个质数差距到二或者差距到七千万这个事情，这个2000年来没有人能说事情说什么结论，但是张益堂的出现就是在这方取得了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他的方法也用得很妙，所以他的方法用到了，结合了其实刚才所谈到20世纪解析数论方法几个方法，他都很巧妙地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用到了间接用到了代数几何的方法以及原来解析数论的方法，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个纽约时报说他是 out of blue 这个，因为他原来是个名不经传的一个，他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有些意思的一个数学家，他在 New Hampshire 他不是正教授，他其实他已经接近60岁了，他还是讲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研究数学的一个这个人，然后他91年拿到博士学位。这个，然后他找工作一直不顺利，然后后来纽汉姆谢大学给他一个讲师的位置，他就在那边做这个事情。那但是，他其实是大陆上所谓这个文革之后的第一批数学，他是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念数学，就1978年是他们文革之后第一次招生这个大学招生，所以招生进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是18岁，不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考大学考进去的。然后他82年的时候就毕业之后就在大陆上做念硕士，在北京大学。那他北京大学的指导教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潘成，这潘成栋、潘成彪是一对兄弟，在大陆上做解析是非常有名，他是潘成彪的硕士生。然后呢，他并没有这个北京大学这个85年毕业之后，他并没有能申请到很好的这个奖学金，他申请去美国，他去到普渡，那普渡那里并没有人做解析数论。所以他不能做解析数论，所以他去念了一点代数几何，然后在91年毕业，然后呢就一直很不顺利。但是虽然这个他不就是说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但他一直专心于他的研究问题，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devoted 的这个非常专注的一个数学工作人，所以他最后成功了。所以后来这个大陆上的这个媒体就说他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个。他最后成功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会记载在所有的数学史的上面会谈到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张益堂的工作。OK， 这个那我现在再谈一下，就是关于质数，其实还有好些个问题呀，比如说在这个有一个所谓的 Goldbach 问题呀，Goldbach 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就是说任何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的和呀，那。或者比较弱一点，就是认为大于三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质数的和。那这个从前在中国大陆最有名的解析数论成果就是所谓1+2，它就证明了任何大于三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数的和，一个是质数，另外一个两个是质因数。也就是说，这个陈群人以及他们从前做的都是所谓的1+2，就是他没有办法证明都是质数，所以他讲一个是质数，另外一个他可以限制到他最多只有两个质因数，但他不知道是不是质数，所以他们的方法就只能走到这里为止。那其实也在今年五月，
这个有一个数学家，在一个在法国长期在法国工作的一个秘鲁数学家，从南美洲来的，这个他宣称他证明了这个哥德巴赫问题对三个指数的时候，二的这个比较强，这个没有，这个还是没有被证明，但是他证明这个事情。那他的证明比较繁琐一点，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完全被肯定。不过还不少人相信他是大概是对的，因为这个人的这个信誉也相当不错，他在法国工作了很多年，这个秘鲁的数学家。所以近二十年来，其实数论上，在数学上，在数论有很多的突破，有很多的突破。这个这些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久很久的问题。OK， 那这是最近的发展。OK，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蛮重要的发展，也是在二十一世纪，也是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等差值数列，因为。原来我前面介绍过，你知道有任何一个算术数列，一个等差数列，它如果首项公差是互值的时候，它会有无穷多个值数。可是有一个这个很窘的问题，对数学家来讲，就是我们完全不能控制那无穷多个值数在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写起来好像一直不出现，所以这个虽然证明出来是存在，所以你是可以找得到，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找到，没有答案。而这个问题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很多问题都有关系。但是很遗憾，这个很多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好的答案。那所以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如果我考虑所有的等差数列啊，不限定这些公，你有没有任意长度的这个等差值数列？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比如说一百个值数，它的差都是一个固定的，这样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十年前也获得突破性的发展。那这个突破性的发展是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澳洲华侨，叫陶哲轩，现在是 UCLA 的讲座教授。他跟这个剑桥的 Green 和证明出了这件事情。他们证明任意长度的等差值数列都是存在的。那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而且他们在这个证明中间引入了相当特别的方法，因此他们的发这个之后，这个陶哲轩得到 Fields 奖，是唯一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华人得到过数学上 Fields 奖，一个是邱振同，一个就是陶哲轩。他现在还很年轻，才三十出头，没有多，大概三十几岁，这个在 UCLA 做讲座教授，这个那他是一个在澳洲很年轻的时候就这个自优生出身的这个。一个年轻人，那所以这个等差值数列是另外一个近年来获得很大进展的一个问题。那数学里面常常是在找这个存在，也就是说像刚才所讲陶哲轩这个工作，他说你会找到，比如说我要一百个值数，他们差是固定，或者是1000个、10000个都可以，但是你到哪里去找这100个、1000个、10000呢？所以其实他的证明里面只证明了存在，他并没有找到。当然数学家就试图去找出来。那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记录，世界记录只有找到26项，也就是说是最长的差固定的26项的这个你可以找到26个值数，它的差是固定。而这个数呢，所以这是一个世界记录，这个 L 等于26，虽然这个 L 可以是任意大，但是只会找到26。可是这里也就是牵涉到，就是说你其实需要很大很大的值数，就是这个数学家关心到很大很大的指数，也许一般的大众并不在乎有很大很大的指数，但是数学家要在乎很大很大的指数，而且他们的性质。那所以他找到这个指数，这个他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数，对，这个17位的这个数字，对，那它的公差是这么大，公差是那么大，它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到连续26个数都是指数这件事情。那这当然要用到 computer， 就是说这来，所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如果你能够找到100项的一百个值数，它的差都是固定的话，那100个值数一定是非常非常大，要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实际去找是不容易的。那数学里面就是说我们有数学家就是有一些方法，他能够不实际去找，他都能够证明出这些事情是一定存在的。这件事情就数学家很在乎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这个
这个，我们等等，我看看。就跳掉了，没关系，我放下。OK， 好，这个事情 ，OK， 我们来看这个植树的这个勾八叫植树列 ，OK， 数学家就是在乎第一个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是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你不必去找，对，但数学家就第一步，当然我要去找，因为这些东西很大，所以你是很不容易，实际去找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孪生植树，就是说这个等差植树列的事情，这个陶哲轩的这个工作，这是他最可以说他最有名的一个工作，还做了一些，当然还做了其他许多工作，但是这是被最这个脍炙人口的工作，对吧？所以数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你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问的，就对数学家来讲，探索植树就好像。像你像天文学家探索宇宙一样，那很大的植树就像很远很远的星云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关心那个很远很远的星云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数学家就关心那很大很大的植树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是出现，他们的排列，对。那数论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证明它，这答案常常是心智上极大的挑战。就是说刚才所举的问题，不论是这个这个孪生植树的问题 Goldbach problem 都是几百年来很多人投入而不能证明的。所以像这个植树定理，那个从高斯到阿达玛，这个经过了一百年，这个好些德国法国的数学家花了很大的功夫能够证明出来，但是很多很多问题还是其实是你是不知道答案的，就是你可以问很多的问题的事情。那我现在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再谈，就是说这个，一个解了300多年的方程式，就所谓的费马方程式，这个 x n 加 y n 等于 z n 呀，这件事情。OK， 那这个就是说这些方程式没有正整数解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是在这个费马的那个时代，这个他研究这些解这些整系数的方程式，因为如果一个多项方程式它的系数是整数的时候，你就自然问他有没有整数解在这个事情。那费马在他念这个 Diophantus， 是这个西元3世纪的时候一个亚历山大城的一个希腊数学家，对，他写了一本算术书，谈到一些这些方程式，然后这个费马在书页旁边写，他说他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可证明太长，所以在书页旁边写不下，所以没写了。那所以就是，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他真的证明了这件事情吗？还是他没有证明这件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写下，并没有流传下来他的证明。OK， 那一般来讲，解这个整系数方程式是一个是找整数解，常常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数学里面，很多问题都是很困难。其实那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不 trivial， 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数学家才有事做，你才能够去 fight， 去解决这些问题呀。那找多项方程式解为什么是那么难的一个问题？ Okay， 这个事情。那这个费马方程式是很有名，就是说很多人都也许都听说过这个问题，是这一类问题里面最有名的问题。然后在1995年，这个 Princeton 大学这个 Andrew Wiles 跟后来跟他的学生 Taylor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解决了经过了300多年，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答案。Okay， 那下面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为什么解这种方程式很困难？ Okay， 那 Hilbert 在这个1900年的时候也曾经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找写下一个算则，一个程式叫计算机去回答这个问题。Okay， 那
当然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如果是你可以是可以这样子简单的把一个机器把它丢进去都可以得到答案的话呢，当然就不必这样子费带了那么费事了。但是后来的发展其实有一个俄罗斯数学家证明了，对这个问题上你是不可能有算则的，就是说他证明这个算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件事情。所以对所有这些问题数学家就必须花功夫去了解它到底怎么样去解它。那这个二十几年前我有一年在 Princeton 在这个在访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一度传出有一个日本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一个几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而且是上了报，那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那这个在那我在 Princeton 里面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那这个但是后来是确定他没有，他那个方法是有一个碰到一个悬崖，就一个走不过去的地方，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又过了这个又过了六年七年才被 Miles 解决。那个时候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一家住在那里，我儿子也在，所以我儿子就是看我们都在谈这个，他有什么是费马问题，我就跟他讲那个问题解这个。所以我儿子那个时候是小学六年级，他觉得哎这个问题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嘛，所以你们为什么你们数学家那么多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数学的问题常常在外面人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并不是那么当然外面人也不会做，可是看起来好像既然你们数学家花了那么多功夫，这个而且又以这个为职业，为什么你们还是解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就是说这个困难其实是常常是要这个如人饮水，人暖自知，就是说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问题的到底真的困难在哪里。那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费马问题，这个 Viles Taylor 后来解决了，现在我们叫 Viles Taylor 定理。OK， 那这个 Fermat 的证明没有流传下来，那其实后来很多数学家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他大概没有成功。OK， 那这个金氏世界纪录有这么一段也记录说，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调查来，他说这是最难的数学问题，在金氏世界纪录里面就是费马问题。OK， 那这个 Viles 跟 Taylor 都是英国人，现在一个在牛津，一个在 Harvard。对，那他们就证明了这件事情，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是1993年 Viles 在剑桥宣称了他证明了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多久之后他就发现中间有一个地方也是过不去，有这个 gap 在。那所以其实后来论文的发表是到了1995年的时候才发表在 Annals Math 上这个 paper， 这很长的一个 paper。 那Taylor 是他的博士，原来是他的博士生，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过不去，所以他就这个找了他自己的学生，这个两个人一起来，这个用自己学生来这个一起干，想办法把后来是成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这个 Viles Taylor 的这个事情。那这个问题。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回过来讲，像这样子的整系数方程式，比如三个边缘这种，我们现在叫做这个 diophantine 的方程式，因为整系数的方程式，因为就是 diophantus 他写 ，diophantine 他 diophantus 写了那个书，谈这个最先开始谈。那最简单的一个 case 就是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z 平方，这个也是国中生就知道的这个事情。OK， 那这也有无穷多的互质的解。因为这个解就跟这个直角三角形毕氏定理有密切关系，因为你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就是这个解，那 a b c 你就取它的边长，而且你取整系数边长的直角三角形，比如345，就是这些，那这个那 a b 的夹角是直角，这就是直角三角形毕氏定理，所以这是这个 x n 加 y n 等于 z n 这个最简单的 case。 所以费马问题是从这个 n 大于2开始。因为 n 等于2的时候你是有无穷多数解，就是费马问的问题就是说 n 大于等于3的时候你就没有整数解了。 OK， 有没有正没有正非零的整数解了，但是 n 等于2的时候是有无穷多。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国中数学。 OK， 那这个你要求这个
求解就是找这个边长是都是整数的直角三角形，你想办法把它列出来。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找到无穷多个这个边长整数，这是整数的直角三角形。这个那这个事情一个简单的方法的公式，这其实是欧几里得就会做的，就会写下来的。所以你取任何 m n 大于零的时候，你令这个 x 等于 m 平方减 n 平方 ，y 等于二 m n z 等于 m 平方加 n 平方，然后你就会有这个 u v 是这个，你就会得到这个解，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就会等于 z 平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国中数学图形来看，这个 u v 其实就对应于这个解 ，u v 就对应这个解，这就是这个解，给解除掉了 n 平方加 n 平方，因为你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斜边长就是 n 平方加 n 平方，一边是这个 n 平方减 n 平方，一个是二 m n， OK， 那这个 m 除 n 就是这条直线的这个斜率，所以你固定了这个负一，然后你又画一条直线跟这个圆又相交于一点，这个直线会跟这个圆，你这个直线斜率变的时候，你交了不同的点，每一点都对应一个解，就是无穷多组解由来，所以基本上这个解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这个 z 平方，其实就是毕氏定理，或者我们所说的三高定理，中国人说三高定理，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所以这是平方的时候是容易的，那这个国中数学，那这个好解完了平方，你当然就要往上解，对，这个你想解这个三方四方 ，OK， 那 OIL 就是解了这个三方的解。那但他的证明其实还并不完整，不过基本上他会做这个三方的事情，他证明这个三方的是 n 等于三的时候没有非零整数解。那 Fermat 其实他真正证明他流传下来的，虽然他说这 xn 加 yn 等于 zn 他有个证明，但是没有流传下来，他流传下来的是 n 等于四的情况。那任何一个 n xn yn 加 yn 等于 zn 那个 n 如果有个质因数，你可以把它只要加，如果那个质因数没有解的时候，它也会没有解。所以你要解决这个费马问题呢，其实只要取这个 n 是直数的成立的情况就可以，因为四的和这个都已经解决了，你只要证明直数成立情况。所以你可以一个一个 case 来做，一个一个情况来做。那这就是历史上的发展就是这样，在这 Fermat 之后，这个大家就要了解，想了解这个方程式。就开始一个来做，比如 p 等于五 ，p 等于七等等来做。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展出了整套的理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代数数论的理论。那代数数论理论给了一些这个 criterion 一些方法来判断什么时候这个方程式没有整数解。那这个判断方式可以用这个成立这个对固定 p 你就可以来判断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一个可以计算的问题。所以可以计算的问题，你可以写程式扔到 computer 里面。让电脑来帮你解 ，OK， 那这个电，但是当然你 P 越大，你的计算时间越多 ，OK， 所以在这个 VIOS 之前，大家就去算，就是算了很多，这个那就1993年的时候，那个的记录是400万以下的质数的 P， 这个 case 都这个费马都证明是对的，但是这样子做，从某角度来讲不是数学，因为是没完没了的，因为你 P 你不可能算所有的 P 有无穷多个。你现在只能是这一个一个这样上去，所以你要解决这个费马问题，你一定要另起炉灶，就是说你不能用这种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只能让你看这个从某角度好玩，你可以知道这个，比如到400万或者到500万等等，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回答这整个的问题，因为费马的问题其实要问对任意的大于二的 n 都对，所以你就必须另外来做。那另外来做的这个方法就是用要反证法，其实数学里面常常用反证法。所谓反证法，我就是说我假定这个，我想证明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错，然后假定它是错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办法找出一个矛盾来，找出矛盾来的时候呢，就表示原来的它一定是对的，因为它的错的话会发生矛盾。所以这个费马定理的证明就是用反证法来做的，反证法。那假设，也就是说我假设有，你真的可以找到 ABC 整数，满足 AP 加 BP 等于 CP， 就 P 是大于三整数，那它会有矛盾。那这个矛盾怎么来？这个矛盾怎么来？那首先就是说这个 AB 的时候我可以调 AB， 我可以假定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然后我把它都取了 P 的倍数 ，P 的倍数之后，你会满足 A 加大 A 加大 B 等于 C。那当 A 倍四除于三的时候，我们让它是 AP BP C 的 P 次方；当倍四除于一的时候，我们让它负 CP BP， 就负 AP 的这三个大 ABC。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小 ABC 这个正非零的正整数，满足非零的这个正整数，满足这个方程式的时候。编码方程式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大 ABC 满足 A 加 B 加 C 这个存在。那我现在要说这个东西小 ABC 不应该存在，它存在会发生矛盾。那这个第一步其实是一个德国数学家 Fry 在86年来看，他就说好，如果有这个解的话，我用这个大 ABC 我来做另外一个这个三次方程式 ，y 平方等于 x 减 b x 减 c 这个三次方程式。那这个三次方程式呢，它可以描述一个这个解集合呢，可以看成在平面上的一个曲线。那平面，那我们可以用那个复数平面来讲。那复数平面来讲，你如果把它在无穷原点加上去，在这个所谓的复数摄影平面。那这其实是一个 donut 面，就是一个轮胎面。这个面我用 EABC 代表它。那这是一个所谓的会是一个所谓这样子一个曲线，是一个平滑曲线，它没有这个。这是一个平滑曲线，我们叫是所谓的半稳定的，我们叫椭圆曲线，半稳定椭圆曲线，不是通常椭圆，这是跟椭圆函数有关的这个椭圆曲线。这，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它有解，如果这不该存在的解，如果它有的话，你考虑这件事情，这个是 Fry 的一个想法，考虑这件事，然后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曲线，好，那这个曲线呢，就有。关于这样的曲线，这种曲线叫椭圆曲线，现在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里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用在密码上，对这些事情，所以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那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有关费马问题解决，这回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塔尼亚马许穆拉猜想，叫古山智春，日本数学家。这跟那个费马问题一开始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古山智春猜想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曲线 ，OK， 这个三次曲线，这样子三次曲线，它可以跟这个非欧几何的平面有关系，啊，就是说在数学里面，其实我们用有没有很实际的问题，比如大质数的问题啊等等的，然后。数学家其实是知道我们是不择手段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用代数也好，几何也好，分析也好，任何方法，只要你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什么都用进来了。这个，那这里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非欧几何呢，大家知道这个，也就是说不是普通的欧几里得平面，非欧几何的一个模型呢，就是上半平面复数平面，然后你用这个。这个与这个时速轴垂直的这个半圆和垂直的直线来作为你的非欧几何直线，那这个它就所谓的测地线，就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这个事情，非欧几何也是高斯所引进的，这个非欧这个它是一个负曲率的一个长负曲率的一个平面。那这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上半平面找到这个非欧几何的一个模型。那这个塔尼亚马和许穆拉，这个古山和智春的猜想，他们在50年代他们做了一个猜想，就是说他任何一个有理系数的这个系数有理数这个三次方程式，就像刚才的那个从大 ABC 造出来曲线，都跟这个非欧几何有关，所以他这个。他的猜想就连接了欧几里得几何跟非欧几何，这是一个很，对很多人来讲，也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猜想。这个，因为轮胎面你可以想成是平面上一个画的格子，然后你把这个格子这个对边对贴起来，你变成一个轮胎，折成一个轮胎，这个一个 donuts。那所以它其实轮胎面是这个是欧几里得几何。那这个欧几里得几何跟非欧几何好像是两个世界，可是这个古山智春这个猜想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轮胎面你都可以
都可以对到这个非欧几何的平面上的一个有一个函数对过来，然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很特别的在这个上万平面上的复变数的函数，这个函数呢有很好的性质。那就这个 OK， 这我啊想知道 OK， 我看看啊，这个是这样 OK， 这不能自行猜想，我先把它 OK， 这个就回到了这个海报上来讲 OK， 海报原来这个海报上画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非欧几何平面 OK， 这非欧几何平面这些就是这个非欧几何的直线，这是非欧几何的三角形 OK， 所以这个这是我用的海报，就是这件事情。那所以古山自称猜想就是告诉你任何一个这个有理系数的这个三次曲线，平滑三次曲线都会对应这个非欧几何上面的一个复变函数，它有一个很好的性质，在这个非欧几何的这个全等变换上之下，它有很好的性质 OK， 这个那对对于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全等，那这个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好的性质，这件事情那这边就是说比较技术性一点，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 OK， 那这里的这个几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到底对哪些的这个变换它有很好的性质，这件事情。那有了这个之后呢，就刚才我们说从这个假定飞马问题是不对的，你可以找到这个 ABC 很大的解 ABC， 比如说它会满足这个方程式，对，小的 ABC 你当然可以带进去 computer 里很容易 check 出来，但大的你没办法 check。 那这个 Fry 就引进了这样子刚才那个三次曲线，可是这个三次曲线呢，这个你把这三次都整系数你把它磨另外一个指数 Q 的时候，这个它仍然是平滑曲线，如果 Q 跟 A 是这个不是 ABC 的因素的时候，它是很好平滑曲线。那 Q 是 ABC 的时候呢，它是会有一个奇异，我们叫 singularity， 半稳定的这个曲线。所以这边用到几何，这地方所谓算术几何。这个那所以 Fry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你这个真的非法方程是不对的，你有一组解的话，你会造出这个 EABC 来，然后 EABC 又可以造出这个一个上半平面这个复数复变函数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演下去，到了一个地方就发生矛盾了，这是这个 Biot Taylor 的方法，这个所走的路。那这个 K. Rebett Berkeley 的一个美国数学家，他在86年就是在 Fry 之后没有多久，他证明，就假如这古山自称塔尼亚马猜想是对的，你有这个 ABC 这个解，于是乎你有三次方程式。然后你就有那个复变函数，然后呢，然后假如古山自称猜想这个塔尼亚马曲线是对的话，它就会对应复变函数。那可是如果你能证，他就证明了，瑞贝也证明，假如那都是对的话，这个古山自称猜想也是对的话，那个复变函数有些性质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就不应该存在。那怎么？那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有个小 ABC。这是这个 Wiles Taylor 的方法，也就是说他这个，所以 Rebett 就把这个 Fermat 问题 reduce 到这个古山自称猜想 OK。 那所以在95年的时候，这个 Wiles Taylor 就是证明了古山自称猜想 OK， 再加上 Rebett 再加上 Fry 原来的，就整个费马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这个整个这个这件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这个300年来的这个发展。但是当然我这边讲的其实是很快的，而且技术性的都去掉了事情。这中间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数学的发展，比如说这个上万平面的这个非欧几何，到这个复变函数，到这些这个三次曲线，这些事情，那很多数学家的。这中间很多数学家的工作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这个上万平面，其实这件事情就跟非欧几何，就是上万平面，其实引进这个上万平面是高斯就知道的事情，其实高斯是第一个考虑这个东西，所以对高斯来讲，他不会奇怪，最后费马问题的解决是走了这条路，走了这条路，那古山自称是
是两个很有名的日本数学家，但是这个在50年代这个塔尼亚马是古山之村，是徐摩拉，这个塔尼亚马在古山在50年代做了这个猜想之后没有多久就在东京大学自杀了，这在日本也是一个很这个很 sad 的一个，他是当时在50年代在日本被认为最年轻最有前途的一个数学家，但是他后来这个就有一些这个处丧，然后后来他就但是到了过了40年之后，他的猜想被证明完成。这是这个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说这个上半平面的这些这个对应关系。OK， 所以啊，这是这个工作其实牵涉到很多人的这个工作，像 Rebet 这个工作，以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这边没有写的就是 Sarah。Jean-Pierre Serre 是法国最重要的数学家，得过所有的大奖，也是我们中央研究院的海外荣誉院士。也七月要来的就是 Serre， 他其实是在这些人在这边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很多工作都跟他有关。当然，因为是个数学，你可以看出，不管是从这个孪生质数问题，其实都是需要这些难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可以突破的，就是其实是经过了。经年累月，而且很多很多国家，很多很多的人来突破这个事情。这个在这个费马问题解决之后，日本人这个写了一本书论的书，两册的这个他们写，因为这里面用到了不仅是古山自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本数学家叫这个伊瓦萨瓦的理论，就岩泽也是。那日本的代数数论其实是很有传统，在当初在这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要高木真治到欧洲留学，跟这个 Hilbert 学代数数论，然后回到日本建立了日本的代数数论学派，在东京和京都，然后他们一直延续下来。那所以日本后来就写了一本书，日本人的观点来写这个整个这个费马问题的这个发展。那其实就是要显示这个，其实日本人在这里面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最后临门一脚是这个 Miles Taylor 推进去的这件事情，哎，这个，那这个，这整个的发展，哎，好，所以我要说这，我想我差不多要快要结束这件事情，我要谈就是数学的本质啊。数学首先跟其他实验科学不一样，数学要证明。这个证明有的时候是，其实有的时候很枯燥，有的时候这个，哎，证明是要很陈长，要数学，数学家更要常常是，其实是要跟证明奋战，这个很长的证明。像这个 Viles 那个时候，传说有一个同事他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起先宣称他能证明，然后发现有个地方有问题之后，传说他有个同事就说。说你为什么不去跳楼？那个是，但是因为他是 Princeton 的教授，如果 Princeton 教授这个宣称了证明一件事情，最后又是错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是很是很这个没有面子的事情。那这个，但是因为这个数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数学其实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游戏。Okay， 那这个你其实你要费很多的功夫去学去研究。那这个呀，我的老师喜欢把数学证明，数学家讲定理证明。比喻成音乐演奏，因为音乐演奏你演奏一个人演奏的东西，这个你去把它诠释他的音乐。那数学家是比如说你讲不同人证明，不是你自己的证明你会讲，然后讲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诠释他的证明。但是数学证明其实对外人来讲其实常常是很枯燥的这个事情，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有些枯燥，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兴趣，所以就是你就要去这个
fight 这件事情，然后你希望你有这个踢进临门一脚的机会，你可以这样子讲，这个，然后，所以这是这个，因为数学家其实比起来好像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这比较像象牙塔，这你可以这样子讲，尤其是纯数学，像数论这种是纯数学，这个。你不能，你很难，有的时候你很难讲对于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什么用。然后比如说数论现在在密码上用得很红，可是这个用法都是很怎么讲，很讽刺的用法，其实是反过来用，就是说这个并不是那么直接这个来用，这个所以就是说数学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科学也好，是一个艺术也好，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数学当然是有很久的传统，从古希腊到现在，到这个到21世纪，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人投入这个研究，这前辈这样。那研究数学其实你当然是希望。你做数学家是希望你也有一天去证明一些定理，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事情的发展就是说，你其实是很难讲的，对，因为比如说你这个坚韧不拔去做，有时候也许你是走进死胡同去，这个证不出来。就像很多人这个历史上你看到很多人解很多问题的时候，包括很好的数学家，他也一样会有走进死胡同的这个机会，这例子。那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还是有很多人成功的，比如说像我今天刚刚这个中间提到这个张益唐等等，对，这个陶哲轩，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其实很多我在国外也有很多一些外国数学家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我记得最早是有一次我在法国有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法国朋友就问我，他说你觉不觉得亚洲人数学有一天会比欧洲人好？这个事情。那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想。可他说你自己看，这个你看音乐这个事情，在我越想，我觉得他讲的话有一点道理。那个这个我从前1982到1984曾经在法国做过两年博士后的。那我说在欧洲，我碰到很多台湾，也碰到一些台湾去的这个，念音乐，那我就觉得他们念音乐其实很辛苦、很刻苦，因为他通常没有奖学金，没有这个情况。那所以，因为我是比如说，这个大学毕业就到美国有奖学金，这个生活这样子，我们觉得好，我就觉得他们念音乐的人追求音乐这个蛮令我佩服的。因为那个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乐坛上面，亚洲人其实好像出头的机会很少，所有的都是欧洲人，因为古典音乐跟数学一样，你可以说从前都是欧洲人的传统，这个欧洲人的天下这个事情，这个那时候我看不管是音乐家、指挥家这些形象，这个亚洲人要能够跑到前面去，是好像机会很小，可是。那个时候10年前的时候，那个法国人跟我讲，你看现在在世界上古典乐坛上面，亚洲人占的地位，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等等，就亚洲人其实至少半边天下，就所有好的乐坛、好的指挥、好的演奏家，很多都是亚洲人，就是，所以很快这个事情，他说数学会不会也有一天是这样？这样，我们从前念，我们从大学开始念数学定理。多段都是西方人证明的，华人证明的很少，或者中国亚洲人证明很少。但数学，日本比较走在前面。可是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会可能会有改变的，就是会改变。我越来越觉得，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法国朋友问我的事情比较是有一些道理的，是有一些道理的。这个其实亚洲数学会兴起，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就越来越多的数学定理是亚洲人证明，就像我刚才讲像这个孪生质数的突破这等等，
这个这，就是说，其实这个亚裔的学者，在这个数学上，会越来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像现在这个中国大陆、韩国很多都很拼这个事情，所以亚洲数学其实我想大家公认亚洲数学一定往上升，这件事在未来的这个世纪或者是也许十年，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其实我最后就结论要说，就其实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数学家，因为亚洲各国，比如韩国，我想在20年前韩国跟我们比是落的，落后相当远的事情，但是现在其实已经过来了。那所以这个如果说亚洲国中国大陆、韩国这些都起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往前走的话，我们就会当然就是边缘化，不只是经济上，在我想在学术上也是一样，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数学家，而且年轻一代需要更坚实的基础功才行啊。那我们其实台湾数学也还不错，在过去来讲，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地步。比如说像我今天所讲的这个 paper 这些问题，这些 paper 这种也刚很巧的就是说，这个很多篇都是发表在这个 Annals on Math 这个 Princeton 的数学研究，这是在数学公认的三个最好的这个 journal 之一这个事情。那这个有的说最好，但就至少就纯数学来讲，这是这个。所以你可以看，比如说我们当然我没有谈到台湾数学家的工作，这个其实台湾数学家当然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这个事情。比如说在过去20年里面，台湾有八篇 paper 在 Annals on Math 上，有八篇 paper 在就是同样在 Annals on Math 上出现这个事情。但是那这数学跟其他科学不一样，比如说你看这个物理上，比如 Physical Review Letter， 它一年大概 publish 3500多篇或等等的 paper。数学的 paper 常常比较长，然后这个比如说像 Annals on Math 一年大概发表70余篇 paper，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如果你看八篇20多年，你可以看到大概这个在 Annals 里面大概是0.5%，这叫这个过去20年是台湾数学家，所以也有相当的能见度。那但是当然怎么样讲，就是说这个其实台湾的数学，你如果看这个一般的 journal 里面，它可能是在世界上它可能1%的分量，但在最顶尖的 journal 大概是0.5%，数学是台湾的。不过就是说台湾的数学家，我们的同事也还是相当努力的在钻研这些数学这个研究，然后希望能够有所突破，这样。所以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大家欢迎。好，谢谢这个于院士的这个数的学问，那差不多那个也开放给大家来跟他讨论，或者尤其最后以这个数学家的这个感觉来看这个数学，好吧？请大家踊跃发言，请。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自己不是数学专门，我大概程度也知道高中而已。只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这样讲的数都是十进位嘛，那这个十进位是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人只生了10只手指啊？所以这十进位，那如果上帝那时候给我们是15只手指或20只手指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整个数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就不一样？因为好像我只自己个人想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看到一些好像在国中或高中时候学这个数的时候，他有给我们这个概念了。谢谢。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也许我想是有你说的是有一些道理。我想，因为对我们来讲，二进位、十进位、15进位，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个基本上的差别，那所以10个手指头，所以大家用10进位，可能这是原因，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大概也不是数学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余院士，我想请问你刚刚最后讲说数学证明，就是您的指导教授常讲说数学证明好比是音乐演奏，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如果说是一个音乐作曲家，对，或是一个文学上一个作家，对，他们在创作过程需要灵感，对，他们常常说那个就是上帝好像在某时某刻就赋予他这个灵感，也他也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那数学家或是数学证明到底是比较接近作曲家还是比较接近演奏家？因为演奏家大家感觉就是你是苦练嘛，你苦练个二十年你就有机会上到很好的舞台，那到底比较接近哪一个？ OK， 谢谢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我刚才没有讲清，我觉得数学家是比较 接近于作曲家，是就我们写证明跟我们讲别人证明是不太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上课讲课教课讲给学生或者研究生，我们通常当然是大部分是在讲别人的证明，这个事情讲别人的证明像那个诠释一个音乐一样，但是我们自己想的时候，其实我想你去问多数的数学家，他最好的工作的时候多半有一些灵感，比如说张玉堂那个纽约时报等你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其实想了很久那个问题，从那个 GPY 的 paper 2009他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灵感是这个去年他暑假他到 Colorado 他一个朋友的家里去度假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想到，他觉得他可以 work 了，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想灵感是很重要的，就真正去创作的时候去做的时候。张玉堂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来访问我们？有没有邀请他来的？下个月就会来。好 ，OK。华人数学家大会。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再多问一点好了。那关于这个数学有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哈，那很多的领域对一个非数学专业的人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难去辨别的。比如说前一阵子听说这个，画一张地图只要四个颜色你就能够分辨清楚，这个竟然说没有办法证明，说前一阵子听说有人证明出来，那这个是属于数论这个数论的一部分吗？这个基本上不是数论，这是所谓这个组合数学这个 discrete math 的这个部分，yeah， graph theory 的东西。一般讲到就是数学那个关于就是数论方面的那个应用，好像就是部分的例子是所谓 ATM 或者是密码学，那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应用，或者说其他应用，例如说讲到几何学，我们就可以把应用到物理上面或者是天文学上面，那分析的话也是有许多你可以应用到经济或金融上面，但如果那这方面的学问让我觉得好像在感觉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自己的，它有没有就是更广泛应用之类的？你说哪一方面学？就是数论方面的。你可以讲是对的，呀，比如说这个 Hardy， 那个英国那个很有名的数学家，这个他就写过一本叫做《Mathematician's Apology》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这样，他不谈，他不愿意谈任何应用，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是这样的。可是当然我们也另外会强调一点，就是你从历史来看，从整个的发展来看，其实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有用，其实从来不是你事前可以发展，也许几十年后几百年后某件事情突然变得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应用这个事情来讲，所以对于比如说对哈迪来讲，他所以他不 care，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他纯粹是为了他的 curiosity， 为了他的求知，他要知道有些事情。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余院士哦，刚刚你有谈到这个古山志村他们的研究，这个是1950年代的，那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他们还会把这个东西挖出来，然后去证明这个粉末的这个 Lasser theorem？ 其实古山志村那个猜想，当时古山没有几年就走了嘛，那个。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是相当悲剧性，他在办公室，在东京大学办公室这个自杀的，这个那当时其实没有什么人太很多人不太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个想法，并没有很认真，所以
其实真正认真想这个事情是 至少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是到八零年代的这个事情，到七零年代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还有一个争议，谁的那个很争议，就是有的时候叫古山志村和一个法国人 Vail 三个人的三个猜，有人写三个猜想，有人写两个猜想，两个人的猜想。那这个也很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那有人说就是那个 Vail 有推广这件事情，有贡献，但是有人说他没有，他其实不该把他名字挂在那里等等这个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个 Vail 后来是他可能是最早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了。但是从前开始猜想是古山志村这个事情。那这个志村这个徐木让这个其实后来数学家也是人，你知道，就是说会很想证明一些事情，会穷一生的力去想解决一些问题这个事情。你知道你很拼很努力去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总难免有个人的感情一些事情会这个人总是有喜怒哀乐，有一些这个事情。像这个志村就是他前几年他写了一本自传，其实用日文写，后来又 Springer 又把它翻译成英文这个事情。那里面其实对很多人有怨言，对很多其他数学家有怨言，写很有意思的一本自传，就是说这个他觉得志村虽然后来一直是 Princeton 大学的教授，不过他觉得他自己还没有受到更他觉得他自己 deserve 更多，他应该有更好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他没有得到 Fields 奖等等，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特例，就是说一个猜想，尤其一个怎么讲，走在时代前端的一个猜想，什么时候被别人这个认被大家体认到，其实呀，这个其实真的是会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呀。好，还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朱家华这个讲座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